西，就要有东西，它有东西要包含里面的力量的成分在里面。不过它不很强调说你要拉活动，我觉得不行，而是在活动性同时兼顾到力量，不是只有强调重量。然后特别大队加很周边的肌肉训练，会有很大的分半。那他们这种变异的训练方式，那其中就是肌肉的重量。先做这一套，加重，加重，会有很大的帮忙，因为它活动度增加了，肩胛骨的位置改变了之后，肩关节的加紧会有。那肩关节的加紧，像我们在座的举重的教练，你都很知道，因为这个都对选手受伤非常大。很多健身房很多类型，它其实一套东西它有四五种变化性，就端看你怎么去训练到达你想要的目标。哇，它的东西都很强调，不是单等到你关节活动度慢慢的变好之后，你就让你活动度变大，慢慢的活动度变大，更不用说了，它的后脚是很重要的，它力量就是靠这个东西，所以。就因为嘟嘟他呢，今天穿牛仔裤比较不方便，然后我需要请江江帮忙做一下我这样。他这个可以拉到腿后肌，好拉腿后肌。一般我们的拉筋，筋拉一拉之后，筋拉开了，力量收一些，它是有力量的成分在。然后我们一边踢一边转。要旋转，那个力量才会有，所以要兼顾到旋转，而不是在单轴方向走。大军也坐在这。那个增加。教练。